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皇家评测，我是伊娃。用手机拍照呢，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项功能，那因此选择一个拍照效果比较好的手机，则是会提升我们日常的使用体验。在今年春季的三旗舰横屏当中呢，我们拿 iPhone、 三星和华为的旗舰手机进行了对比。在当时的战役中，其实 iPhone X 并没有打得过有夜视仪之称的三星 S 系列，以及搭载了3个摄像头的华为 P20 Pro。 那现在转眼已经到了秋季，我们已经拿到了 iPhone 最新发布的新款产品，所以本期我们就做一个单向评测，来看一看相比于前代产品，它在拍照上有没有什么提升，那相比于竞品又表现如何呢？iPhone XS 系列依旧延续的竖排双摄方案，1200万像素的广角加长焦摄像头，其中广角镜头 f1.8 的光圈，长焦镜头 f2.4 的光圈，支持双 OIS 光学防抖。以上这些镜头参数和 iPhone X 是完全一致的，唯一的显性变化是 sensor 单位像素面积从 1.22 微米增加到了 1.4 微米，带来更全面深入的感光性能。智能手机越来越薄，硬件可发挥的功能已经不多了，但是得益于 SOC 的强大算力，简单说就是在你按下快门之前， RSP 和 NE 就已经在以每秒亿万次运算处理成像信息，所以你在屏幕上看到的实时取景以及最终成像，并不单靠着双摄像头传感器来直出，而是包含大量机器学习算法的结果。在软件方面，发布会 Keynote 用较多的页数介绍了 iPhone XS 系列两个软件方面的功能， Smart HDR 和 Bokeh， 前者极大地改善了照片的动态范围表现，特别体现在夜拍成像上，而后者则更多体现出苹果相机软件工程师对于模拟光学算法的理解。 Smart HDR 的初衷是让普通用户也能拍出专业水准照片， HDR 的原理通俗来讲就是将数张不同曝光的照片合为一张，但几乎所有的手机 HDR 功能都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机器对于照片的处理大部分只是暴力提亮或者压暗。从技术原理角度来讲， Smart HDR 除了具有不同曝光参数的帧之外，还会记录拍摄时刻前后的画面。我当时不太明白这样做有何意义，我们猜测这或许是为了重塑这一瞬间真实的光线层次，从而让 HDR 效果更接近肉眼所见的明暗关系。看来在好看和真实面前， iPhone XS 再一次选择了后者，但如果仅是如此还称不上 Smart， 这个时候就轮到来自 A12 的神经网络引擎登场了。我们来对比一下发布会 Keynote 上的两张多帧合成图，当只有 ISP 的时候有7张，有了神经网络引擎之后就变成了10张，多出来的3帧分别是脸部识别、面部特征识别和深度图绘制。Bokeh 就是所谓的散景或者郊外成像，摄影师往往通过虚化背景的方式来突出人像主体，这也是 iPhone 双摄人像模式的来源。虽然手机上的大光圈虚化效果都是通过算法来完成，然而一般大多都停留在如何抠图的阶段，并没有思考真实的景深是如何透过镜头呈现的。苹果相机软件工程师的思路呢，是先会研究专业光学镜头是如何工作的，或者说 how light works， 然后再用数学算法的方式复现这一过程。相比于 A12 的仿生标签，我觉得这才算是对光的二进制仿生实践应用。软硬件技术再提升还是要靠样张来说话，我们先来看同去年 iPhone X 的样张对比，拍照素质可以说是革命性突破， Smart HDR 闻着也是真香。这是我用两代全面屏 iPhone 拍摄的第一组对比样张，首先可以看到同一角度的光晕更收缩， Max 的太阳直射光线几乎没有过曝感，最夸张的是阴影面树叶的亮度与纹理细节，虽然这可能与我们真实肉眼观察到的不尽相同，但无疑也能非常体现出 Smart HDR 的算法强度了。在高亮光线环境下，微距场景乍一看没什么不同，但你放大后会发现，由于明暗关系更明确， Max 的纹理细节解析力更强，从而带来更细腻的真实感。这张霸王龙的对比样张我当时就震惊了，虽然被拍主体看起来成像效果都差不多，但请注意观察左上角的背景部分，我就不多说什么了。这组典型的大光比场景其实是 iPhone X 的表现也不错，但可以观察到两侧的楼宇还是 Max 整体亮度更高。这组我们来看一下对高层玻璃反光的抑制，可以看到 Max 对于局部过曝也有一定程度的识别判断。事实上在正常的顺光场景下，一般用户不太能分辨出两者的成像差异，曝光条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色彩还原。 Max 红色的饱和度明显更高也更好看，但 X 其实更接近真实观感。这组对比样张是同一角度同一时间按下快门，可以仔细观察地面以及木凳的表面， Max 在不牺牲整体亮度的前提下，对于局部细节明暗关系的呈现可以说是完全在另一个次元了。这组同样是顶着光拍，红框内的木栅栏 X 这边几乎是一团黑了，那 Max 在大光比下还能保留暗部的纹理细节。强光下的微距之前已经看过一组木纹的，这组鲜花虽然也能感到 Smart HDR 的算法干预，直观感受就是花瓣明暗感更突出，从而带
来更充分的立体层次。香草星冰乐 Max 勉强能看到一些冰淇淋纹理，恨则是过曝一团白。接下来进入更能展现提升程度的夜拍场景，没有特殊说明的话，所有对比样张都是默认测光对焦模式，俗称举起手来直接拍。 iPhone X 这种对于招牌霓虹灯基本说是车祸了，但反观 Max， 我说这是三星 Note 9拍的，谁赞成谁反对呢？细节方面，原来一定会被高光抹掉的部分，现在明暗关系表现则是泾渭分明。这组对焦在前面的推车上，大家观察后方玻璃门内的曝光差异， Max 依旧可以看到房间内的细节。手动对焦在光源处，放大后可以看到 10 的八字已经混成一坨了， Max 字体边缘依旧清晰平顺，即使在默认对焦下也能明显看到对于光源的抑制差距。这组除了路灯曝光的差异外，后方远处的窗内放大后的对比更明显。相信这么多对比样张，你应该和我一样能体会到 Smart HDR 或者说 10S 系列在拍照上的巨大提升了。最后再看一下 Bokeh 人像虚化对比，其实除了后期光圈可调工程之外，也有一些成像质量上的变化，比如丽姐的手部 Max 曝光更均匀，脸部的痘痘看起来也没有那么明显了。虽然这不能算作美颜，但也不像原来过于真实，距离我的发朋友圈标准还差得远呢。如果作为直男审美， Max 的人像模式已经在脸部明暗上做了不少优化，人像光效模式也可以实时渲染，这些并非光学结构带来的改变，更多还是依托于 A12 ISP 的强大算力。从结果来看，通过数学仿生光学，至少是可以成像质量带来显著提升。换个思路对比，小姐姐可能化不起特别贵的妆，但是美图秀秀磨皮美白一下也没有很差啦。毫无疑问， Max 的拍照性能全面超越了过去所有 iPhone。 那么面对最强安卓拍照机之一的三星 Note 9又表现如何呢？硬件参数上， Note 9具备更大的 f1.5 可变光圈，软件层面也有暗光多帧合成之类的算法。实际上如果不标明左右对比样张是哪个手机拍的，可能大家很难通过肉眼分辨。例如这组逆光对比样张， Max HDR 效果甚至要比 Note 9还更狠一些，两者对于一些极限拍摄场景的宽容度基本不相上下，有时候甚至感觉 Max 的曝光更稳一些， Note 9画面整体提亮的程度相对更高。色温表现， Max 更接近真实情况， Note 9则更偏冷，整体的明暗关系几乎看不出差异，但远处太阳光晕还是 Note 9压得更好一些。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拍， Max 的综合成像水平已经能追上三星 Note 9的水准了，但是在一些极限低光的场景，两者的测光逻辑还是不尽相同的。 Note 9会尽量压低光源周围的暗部细节，但 Max 恰恰相反，同时能保持良好的观感。这组整体明暗看上去差异不大，但注意观察小丑身后的楼宇玻璃， Max 要更亮一丢丢。这组主要是体现真实景深效果以及色温，谁暖谁冷大家一眼便知了。两者都拥有非常优秀的夜拍表现，只是在某些局部细节上 HDR 的程度存在微小差异。这组样张也在与 10 的对比中出现过，三者放在一起可以看出 Max 的进步。对于霓虹灯这种发光体边缘的表现， Max 还是要略逊 Note 9一筹，修目即视字体边缘相对要涣散一些，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 Max 展现出更多暗部细节，例如远处的树叶阴影。再来放一组两者差异较大的夜拍样张，其实并不是说成像素质上有多大差距，而是两者对于夜间测光的不同逻辑。就这组而言，我更倾向于三星 Note 9，虽然牺牲了一些暗部细节，但左侧自发光招牌上的内容可以保留更多的可读性。综上所述，结合与 10 Note 9这么多对比样张，相信大家也已经对 10S 系列拍照性能有一个判断了。本来对于你我来说，由于被绑架在 iOS 生态内，所以就算拍照差点呢， iPhone 依然也是综合体验的最佳选择，现在它算是补齐了拍照这一旗舰短板。视频拍摄方面，有些朋友还不知道，那三张看似是星九的 Live Photo 壁纸就是用 iPhone XS 在 4K60fps 画质下拍摄的，但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段单车视频的样片，其中一段大光比场景就很好的体现出动态 Smart HDR 的惊人效果。如果你仔细看这段官方 video， 你会发现大部分场景都是手持拍摄，可以看到画面的轻微抖动。在我的实际视频拍摄体验中，一段王府井零售店开业的镜头令人印象深刻，从店内向大玻璃窗外拍，以往这种测光环境下，对焦在店内的人上，外面的街道一定是过曝的，但 Max HDR 的表现不仅能看清楚，还给高光部分加了一层色彩饱和度滤镜，有一种 A12 Neutral Engine 帮我完成了后期调色的错觉。视频 HDR 的实验原理跟多帧合成类似，只不过每帧只有两张不同曝光时长的帧合成，但考虑到 ISP 实时渲染也是非常大的运算量，以目前限制的 30fps 的水平来看，每秒大概需要处理60张正在拍摄的图片，
并且人像光效一样，这些渲染也需要实时呈现在屏幕取景中。最后总结来说，加了 Smart HDR 的拍照，那相比于 10 这次进步确实比较大，所以真的觉得特别香。说正经的，如果你对拍照方面有重度需求，同时本来之前就是 iPhone 用户，那么 10S 系列还是值得升级的。退而求其次，选择同款广角镜头 A12 仿生的 XR 也不错。当然好设备有了，剩下的还要看按下快门的你。 iPhone 或者其他相机也只是帮助我们记录生活的工具，更重要的还是用我们手中的手机为我们留下一份独一无二的人生回忆。 OK， 关于拍照的部分呢，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那关于它的性能和续航的部分，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将陆续为大家呈现。那如果你关于这款新品有任何的疑问，也欢迎关注我们皇家评测的双微留言告诉我们。当然也欢迎大家能够关注伊娃的科技生活新浪微博艾特我，并且私信我都可以的。好了，本期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伊娃，我们下期再见。